我现在以第六弦的第五格这个音 A 这个音作为第一级，直接在它的隔壁，也就是第五弦的第五格这个音 D， 这个音就是第四级。然后第五弦的第七格这个位置就是第五级，这是一个相对的位置，所以可以看一下，这是第一，我左手食指按的这个，这是第四，这是第五。所以说，假设你以我现在食指按的这个第三格，第六弦第三格为第一级的话，一样相对的这一个就是第四级，这个就是第五级。好，我们现在以这个音 A 作为第一级开始，我们来试一首很简单的弹唱。这首歌是 Amazing Grace， 它的每个小节是三拍，所以可以用脚轻轻踩，踩三下算是三拍。One, two, three， 就是每三拍 为一个小节循环一次。好，来喽，我先试一下第一行。第一个和弦是第一级，一、二、三，第二个小节还是一样，一、二、三，第三个小节是第四级，再来第五级，二、三，再来，再是一，等一下要五，连续两个小节，一、二、三，回来第一。第四，在第五，好，那来唱唱看咯。Amazing grace, how sweet the song they save a wretch like me. I once was lost, but now I found was bright, but now I see. 另一种情况，换一个调好了。如果第一级是在第五弦上面，像是我现在按的第五弦的第五格，这个音是 D， 它会变成 D 调。以它为第一级的时候，第四级一样在隔壁这一格，第五级在这边，可以用这种模式，弹法会是一样的，但是调不同，唱起来的起音也会不同。那另一种情况就是，这是第四级，一，如果这是第一级，这是第四级，那相对这是一个低音的第四级，这是一个八度音，我们有在别的课程里面讲过，这是第五级，那这个也是第五级，所以我们可以讲第一级、第四级、第五级，也可以这样弹第一级、第四级。第五集。
我们刚刚弹的唱的那个版本是 A 调的，我们现在来唱一下，试试看 D 调的，比较高，哦，不是我的 key，但是我试试看。Amazing grace, how sweet the sound they save a wretch like me.I once was lost, but now I'm found. Was blind, but now I see.